嘅經濟環境有三大特點。第一，社會好支持願意投資初創企業，例如政府就推出高達3億嘅青年發展基金，同馬雲投放10億港元成立香港青年企業家基金，以支持青年創業。第二，創業嘅門檻低咗，隨住科技發展，網上成品零成本，唔需要租金、人工同燈油水，都可以擁有家屬要自己嘅店鋪，又可以為自己嘅生意喺網上大規模宣傳。就算創業失敗，都唔係因為前面投入嘅資金大而有巨額嘅損失。第三，客製化經濟模式將成為主流。以前企業會生產通用性嘅產品銷售俾大眾市場，但而家呢種嘅經濟模式已經無辦法滿足一般嘅消費者，取而代之嘅係產品嘅獨特性同客製化嘅服務。喺客製化經濟逐漸崛起嘅時代，人們更渴望去擁有自己專屬獨一無二嘅產品，因此商家就無妄求創意同埋貼近社會潮流。再回歸見題其他關鍵字，我方承認創業唔會百分百成功，當中必然會有風險，但同時成功嘅回報會好高。反之，打工會有穩定嘅收入，但回報就會較低。今日我方贊成見題，基於以下兩大原因：第一，創業能夠提供一個機會俾青年追求夢想。青年人講夢想，滿懷抱負，而今香港社會傾向投資初創企業，加上創業嘅門檻低，正正俾咗機會青年去實現夢想。例如《經濟日報》喺2017年訪問咗20幾歲嘅張思文，佢前工後向開設數碼傳媒廣告公司，因為佢覺得創業比起打工更加有自主性、挑戰更大、更有滿足感。而開廣告公司亦係佢中學以嚟嘅夢想，比起打一份唔係自己興趣嘅工作，創業對佢嚟講會更加快樂。佢嘅公司經營只有1年多，盈利就已經有200萬。當今日創業嘅既然能夠讓青年去追求同實踐自己嘅夢想，點解唔係比打一份沉悶同冇意思嘅工作更加好呢？青年有夢嘅時候唔去追夢，咁有方同埋有得幾時應該去追夢呢？第二，創業能夠幫助青年喺事業上尋求突破。正如我一開始所講，客製化經濟將會成為主流，而青年正正有唔同創新嘅想法，敢於去嘗試，去接近社會潮流。佢哋有最大嘅優勢去結合客製化經濟所需嘅條件。梁一周刊喺2017年採訪咗只有19歲嘅年期，香港上開始大規模為客人提供獨特新款新口味嘅蛋糕。從網店到實體店，2年時間到而家，每月收入已經高達600蚊。但反之，青年打工人點解辛苦到咁多錢呢？今日大學生嘅平均月薪點都只不過係1.4萬嘅時候，仲要正如科大經濟學系主任梁炳明所講，現今青年上位難，中老年職級嘅人唔走，青年人250工都未必可能去到中高階層。我見創業更能幫助到青年喺事業上尋求突破。故事今日辯題已經成立。有新聞有方同學，我方今日已經論證咗香港現今嘅經濟環境非常適合青年創業。如果有方仲係認為青年打工更勝創業，咁你認為喺點樣嘅經濟情況環境下，青年創業先更勝打工？有方有咩嘅標準？有方嘅標準係點嘅咧？多謝各位。
根據聯合國同香港人口普查報告，是指年滿15至24歲的人。近乎15至24歲的人，年輕人是缺乏經驗、資金、人脈，令他們不符合具潛力創造家、創業家個人特質，失敗率大增。所以在衡量何者更加能夠令青年有較大向上流動機會，符合市場需求後，我方認為青年打工更勝創業，原因有三。第一，創業出台難。年輕人創業缺乏充足的資金和銷售渠道，令貨源較難獲得。市場佔有率大的公司入貨數量多，所以擁有較大的買方壟斷力，甚至會向供應商施壓，要求獨家銷售，或者阻止其他零售商以低過市場價格銷售。2013年，消委會踢爆兩大連鎖超市百佳同惠康，向供應商施壓，不可以平賣貨品俾其他商户，並且領展同兩大超市亦有捆綁式租務安排，令超市享有大幅度的租金優惠，扼殺中小企業生存機會。另一方面，高昂租金令創業雪上加霜。全球房地產諮詢公司高位環球在上年度發布的全球商業街租金報告顯示，銅鑼灣和尖沙咀分別以尺價21,000和20,000成為全球最貴的商業街區。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良表示，現時核心區的寫字樓租金和報租可謂天價，只有金融業和名牌連鎖店可以負擔，年輕創業者就只可以租借人流稀少偏遠的地區。香港創業環境如此不利的情況下，難怪就連香港創業聯盟組織青年創業軍的調查顯示，100個新創企業入面只有13家是可以2年後繼續生存。相反，青年打工就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和升職機會，比起創業要承擔的風險和壓力大減，必然能夠有向上流動的機會。請問有方同學，創業環境艱難導致難以成功的話，年輕人又怎樣可以向上流動呢？至於第二點，更加切合年輕人心智需要，同埋第三點，提供更多工作機會，將會交由我方一年半詳細論述。多謝各位。有方同學所講的打工開心更加穩定，他們當你今天見到原來他們打
失去咗個穩定性咯。咁創業，如果你一鋪咁樣輸曬嘅，咁你係咪打工難錢啲咧？但當你今日見到原來打工嘅人，佢係咪真係冇福業？佢哋放心，佢哋會擔心俾人減薪俾裁員嘅時候，我想問有方同學，到底今日佢哋需唔需要面對老闆對佢哋嘅施壓咧？我唔認為創業咧就唔使焦慮喎。但我方今日見到原來創業同打工之間嘅分別就係咩？打工可以做自己想做嘢，但係打工創業可以做自己想做嘢，但係打工會面臨被老闆施壓甚至被裁員嘅時候。當你今日見到原來青年人壓力咁大，咁你今日咪俾你創業更加好咧？多謝各位。多於市價嘅一半嘅時候，咁我哋見到將呢啲空間去共享嘅時候，咁就唔
需要好似有方人講到咁大嘅成本，可以作出佢今日創業嘅理想嘅時候，點解又唔係更加好呢？其實今日有方人咧將打工咧講得好好，但事實上又係咪咁咧？剛才我方人質詢環節已經提出過，今日係75%嘅打工人，因為佢擔心減薪裁員而出現咗輕度甚至嚴重嘅抑鬱症狀，每四個人就三個人會有焦慮症，可以見到其實打工唔係可能諗得咁輕鬆咁理想，而且今日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喺2018年嘅調查已經發現到，超過54%嘅打工仔於公餘時間會收到留言、WhatsApp 等嘅即時通訊軟件提出嘅工作指示。當今日我哋收工放假時都要超時工作，當今日香港每星期平均工時超過50小時嘅時候，成為咗全球工時最長嘅城市嘅時候，打工又未有可能講得咁理想咁完美咧？相反，今日我哋見到創業點樣係有一個自主性，自己做老闆。當然今日佢需要有好大時間睇住佢盤數，但起碼嘅佢有動力去做自己中意嘅嘢。就嚟係經濟一周喺2019年就訪問咗一個90後文慧思，佢為咗追求夢想而開一家自己嘅蛋糕店，最終以1年嘅時間做到收支平衡。又例如我方主辯所講，創業佢開一個廣告公司嘅張少平日子，佢開業1年已經有200萬嘅盈利，而且重要嘅係同樣花時間，但佢直言係做緊自己中意嘅挑戰更加大，但係佢中意佢願意去付出嘅時候，呢啲咁嘅創業唔係更加好咧？多謝各位。
為開業資本只係得200,000港元或以下咧，所以好容易做到收支平衡。但當我哋今日見到原來政府嘅青年發展基金，佢係會俾一啲有準備、有計劃嘅青年大都達450萬嘅時候，今日根本就唔存在資金問題嘅出現，甚至乎佢越弱，而呢啲青年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再加上未來政府會大力投放更多嘅資源去配合佢哋，所以咧創業失敗嘅問題已經慢慢改善嘅時候，我方唔明白到底今日仲有啲咩因素，我哋今日唔可以俾青年人創業。而咧有好多同學話啦，只因為佢哋因為經驗不足，但係今日咧致富組織獅子山學會嘅創辦李少富就直言啦，其實打工累積嘅一啲比較基本嘅經驗，就好似有方同學所講咁，打工可以就可以學到更多嘢，但係事實係咪真係咁咧？當你今日見到原來打工只可以累積一啲比較基本，就例如摺衫、清潔、收銀等嘅經驗，相反一啲涉及關於如何請人、人事關係一啲嘅創業經驗，就好難接觸到嘅時候，年輕人反而更加應該透過創業去累積經驗啊嘛，所以當你今日見到打工根本就幫唔到我哋嘅時候，而且現時政府同各大嘅政府同埋大學都為我哋提供個學局嘅專門創業嘅培訓計劃，應該唔使靠打工去累積經驗，我哋今日應該去參加啲經驗去接受政府嘅資助咧。其實今日有同學話啦，打工咧可以有穩定嘅收入，但係唔明白所謂穩定嘅收入，其實好似我方之前所講咁，我哋係透過長期嘅休息同埋不足。超市嘅工作去換嚟，而我方啱啱就講過，有15%嘅人甚至患上焦慮症嘅時候，呢90%嘅青年人，佢哋係咪真係打工打得開心呢？而且呢一啲唔係個例，而係整個香港經濟體嘅結構嘅問題。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黃宇漸就指出，由於香港現時人口漸老化嘅社會，年長者人數較高位，而年輕者咧就職較難咧晉升，就近10年而言啦，香港年輕人咧就感到就業同向上流嘅機會咧嚴重不足，可以見到年輕人佢哋就算打工都好啦，佢哋根本就冇呢個嘅機會去晉升向上流動難嘅時候，我方今日就今日我方見到今日政府提供咗至少16個計劃去俾佢哋去學習，俾佢哋去有一個更好嘅前景嘅工作嘅時候，點解我同學可以同我哋講話佢哋更可以容易向上流咧？相反，我哋今日見到年輕人佢哋今日負擔嘅嘢更加少，唔係屋企嘅經濟支柱。甚至他們熟悉潮流，他們會知道現時潮流流行什麼，他們會做一些比較創新的事，所以今天根本就不會出現我們口中所說的例子被一些大市場壟斷，因為他們今天所生產的事，他們今天所工作創業所做的事，是一些他們自己想出來的事，就好像一個大學生大深深一樣，他就是靠著自己創新的問題生意做出新生的新的天地嘛。多謝各位。2018年12月有2267個，增幅區別只係1.3%，而專業人員喺2017年12月有
27,001個，入年之後跌咗百分之九點二，可見高技術嘅勞工需求好低。但今日有方同學一味就講住發老闆通啦，而市場對於高技術需求嘅勞工有幾多都睇唔到，勞工需求係因此加，青年人投身職場嘅薪酬水不斷提升，香港人力資源推算報告2022年同我哋講啦，就本港將有超過11萬嘅勞工短缺，勞工參與率亦會由2014年嘅64%下降至2024年嘅48%，人力短缺嘅問題只會越嚟越嚴重。除咗高技術產業之外，本港對於低技術勞工嘅需求都日益提升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剛都同我哋講，喺行業職位空缺5%嘅相當高嘅情況下，本港基層勞工短缺嘅情況日益惡化。安老院社勞工最為嚴重，空缺率高達8%，就連餐飲業都有4%嘅空缺率。喺呢個情況下，青年係更加應該去打通去打擊市場嘅問咩？多謝各位。甚至喺經驗上面，政府都為我哋提供。
執嘢，其實由方同學你可唔可以成功管理到一間公司啊？由方同學，你嘅實習生計劃係幾耐啊？我覺得咧，唔係你一兩年實習生計劃就可以了解成個行業。當我哋喺呢個行業可能實習咗三四年之後，由方同學你仲係咪廿五歲啊？由方同學講到啦，我可以了解成個行業。我想問由方同學，今日我哋見到大部分嘅大學生走出嚟係做一啲低職位或者受雇嘅，佢咪學到點樣去營運一間公司咧？嗱，由方同學，唔係大學生走出嚟做新職位啊！我哋見到青年人口普查同你講咧，有三成嘅人咧係做緊一啲高技術嘅職業啊，例如經理咧、行政啦、專業人員同埋專業嘅輔助嘅人員，所以唔係有方同學所講咧，三成人咧大學生走出嚟做低職業嘅咯。而且我哋有四成嘅人咧，一入職咧係有二萬以上嘅二萬金額嘅，所以我哋見到更加係我哋嘅工資升幅五年內係有六成嘅升幅嘅時候，有方同學青年翻工其實係更加抵嘅喎。我多謝今日有方同學咁講，好美都有三萬幾。但係當你今日見到2017年嘅立法會文件同我哋指出，佢哋青年人收入中位數只有大概15000元嘅時候，到底今日佢哋點樣可以做到有方同學所講嘅300元咧？仲有當你今日見到立法會香港家庭面對嘅財務嘅挑戰報告指出，約3萬以下嘅住户根本就冇辦法處於儲蓄嘅狀態嘅時候，佢哋今日唔創業，佢哋一直打工20年以嚟咧，一直做緊同樣嘅工資嘅時候，佢哋點樣可以做到打工所做嘅所創造嘅前景咧？啱啦，3萬以下你又冇辦法儲蓄噶嘛，咁你冇儲蓄，你又點樣有本去創業咧？有方同學，有方同學今日已經講咗好多次，我哋有政府嘅資助，另外今日有方同學講到創業好似唔會成功咁咧，點解你會見到2017年咧佢訪問依個嘅經濟日報咧，係訪問咗20幾歲嘅張小婷，佢就話咧，佢就我就話你。自由派場面，最緊要係先係一層事。有方同學第一件事同我哋講咧，原來30000元其實冇辦法儲蓄嘅，我問保資金點算咧，就可以同我哋講咧話政府可以資助。你有方同學，政府可以資助得你幾多先？係咪每一個想創業嘅青年咧，都要得到政府資助先可以真正創業咧？而且政府一次過資助你200000，又可以維持到幾耐咧？有方同學同我哋講過後續經營嘅一個問題。第二咧，有方同學同我哋講，你中位數咧只有10000元，但我方都講過啦，依家工資嘅升幅咧係有六成，你五年內其實喺繼續有工資升幅，你有位上。更何況他們想成功，他們只要很快將這些青年踢出市場，而
加明星嘅成功例子，會唔值得我哋認可同埋佩服啦？但係我成為大部分青年都考慮嘅出路咧，我覺得真係好有趣啦。其實青少年創業都係想俾自己自由啲啫，但原來會因為反而因為創業咧，受市場影響，令自己諸多阻礙。有個青年化程式咧，就叫做 IMC Mobile， 研發廣接廣播，創業成功嘅機率竟然係唔夠1%。他就避過了大公司的天網，找到新的發展空間，但難道每個青年都可以成為裡面流出的1%嗎？所以創業是否真的那麼理想呢？換個角度看回，現在香港的勞工需求是大而且迫切的，所以如果只有似我同學這樣只說青少年有意想創業有什麼好處的話，就不要太主觀了。我們應該宏觀看完勞工需求如何影響現在的創業。當我們看到現在勞工需求大增的情況之下，一個更加適合青年的機會就擺在你眼前。年輕需要一個穩定的收入打好個底先，打工幫到你。年輕又想儲經驗，又有部分咁樣逐步逐步學嘢，打工幫到你。年輕又想發揮出小業就創意，就近係打工先至穩陣啲啦。結果都係打工幫到你㗎，所以情況就同打機一樣嘅啫。打工係腳踏實地咁樣過關，而創業咧就一啲唔夠錢買裝備，但依然要堅持。及進入高等級玩家戰場的低等級玩家，到底是哪樣比較穩定呢？這兩點呢正正令到現在青少年創業危機四伏，而他比其他地方重要的位置就是每個創業的人都必須通過這兩關的，但從來沒有一個人可以保證他們一定會做到，而一些片面的政府措施就更加不可能解決了。而其實今天我們討論了這麼久，討論面向目的無非都是為了令青年和青少年的指引去給你認識了自己的前途和未來而已，他大可以選擇刺激創業，放棄常見的打工的。但創業不是只想去當兵，而一道難關要帶著足夠的人和惡力去闖，但結果是怎樣沒人會知道，沒人會成早，所以為什麼不等真正地打到創業工呢？創業本身並不壞的，但不應該有青年去做，不知大家知不知道，原來成功創業平均年齡是35歲的，相對於青年中年人可以有成功生意機率會高出5倍。為什麼要這樣？就是他有多方面的社會和工作經驗，還有資金，這正正是當下青年創業需要的，但反而非常缺乏的。當你有一段上下年紀有經驗想突破，創業幫到你的，有新竅有夠資源，創業幫到你了解一下整個市場運作，有了經驗值，身心準備好，創業都是幫到你的。或者到了一個剛創業的時刻，我們都還要保留學生的赤子之心，但社會練和培訓經驗定儲備，青年都必須先考打工去累積。我就正想成為青年啦，或者我而家有嘅只不過係無心壯志，而係成為失敗嘅投資。所以我哋更加應該趁呢段黃金年齡，好好學習，再打工累積下經驗，適應同埋瞭解香港成個經濟環境，而唔係好似咁樣盲目跟風啊！喺呢個前車可鑒情況之下，青年更應該做出明智嘅選擇，為自己嘅前途做好責啦。所以今日便應承啦，多謝各位。向上流的機會，但今天創業真能夠
夠讓你去踏出多一步，雖然當中係會有風險，但最重要嘅係咩？你能夠嘗試去跳出你嘅舒適圈，去獲得更加多嘅成功嘅機會以及滿足感。金銀軍飽滿足啊！呢啲都只係人類最低層嘅需求階層。自我實現的需求才是人生最高層次的追求，要追求夢想，要有理想才是人生的才有意義。所以講到底，今天九方同學全場都只是擔心青年創業會面對一些資金、經驗和場地的問題，但現在香港整個的經濟環境都已經不同了，無論政府還是企業都好，它都有很多不同的資助。我們能夠見到在資金方面是能夠政府的資助計劃，場地方面是有政府提供的共享工作空間， 在經驗方面有阿里巴巴提供的實習生計劃和不同的機構所提供的課程，這些東西可能都未必你打工能夠得到的。那有方同學，我們又想不想再擔心這個問題呢？可能有方同學今天會覺得你去到青年青中年先創業可能會更加適合啦。那你今天青年的特質是什麼？就是年紀小、時間多、有夢想、有目標、有動力，這些就是正正的一些的特質。他們就不用再擔心，他們就不用太擔心失業失敗，然後家裡沒有的人沒有飯吃，不用再擔心你沒有錢而是要申請破產，他們都是少了一份負擔。而且他們最重要的是他們了解現時市場需要什麼，他們明白到年輕人的口味。現在的社會就很流行過什麼白葡萄口味的東西，如果我們現在沒有青年人，他們不了解，如果現在的社會不是因為有一班年輕人，他們知道社會上面喜歡白葡萄口味，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白葡萄口味的雪糕吃呢？而一些的特質呢，正正是能夠幫助到青年人在創業的路途更加順利，就算失敗都好，你都不會有太大的負擔，不會有太大的損失，因為你起碼都嘗試過，你就算失敗都好，你也可以當一個創業是一個新的人生新經驗。人生有多少個十年呢？與其我們拿十年庸庸碌碌地去打工度日，為何我們不好好利用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去追逐自己的夢想呢？今天青年一個時段，不是正正是我們去揮灑我們的青春，揮灑我們的香水的最好時光嗎？在各位有沒有想過夢想究竟是什麼呢？夢想就是當你就算你路途之中有風浪，你都仍然肯堅持下去，就為了最後的那條雨後的彩虹。就算是創業失敗都好，你在過程中十分艱難都好，但你經過經歷了這麼多的波折之後，你所得到的是什麼？你的夢想達成，你曾經去，你有一份的經驗是你曾經去追求你的夢想，人生能夠滿足。多謝各位。
留下一位台下結業或者教練一齊計翻個保障，計時去到中英人都想計翻。開頭嗰啲鋪得比較好嘅，即係你會好多好多後
場嘅時候，好多時候就係突然之間爆咗啲嘢出嚟，好似有前面冇聽過，咁然後咧又嚟又帶住你哋走咁樣樣，即係我有種咁嘅感覺喺度啦。咁而我個人嚟講，我其實覺得真係青少年打工也好，創業也好，都會有少咯。即係我反而覺得即係反方其實呢樣嘢講得唔夠，即係講得唔夠，即係啊點解創業就唔會有焦慮咧？係嘛？即係其實一個邏輯就係話，香港嘅人打工咧，有好多人兩邊混或者係不。但不等於個邏輯就係話創業冇喎，係嘛？就不等於呢啲人其實打工就諗住去創業喎，即係個邏輯係咁樣樣。所以你鋪呢個出嚟嘅話咧，你點綴下可以，但如果你係幾個變位上面都提呢樣嘢咧，我覺得其實喺嗰個作用上唔係好大，就話是有機會俾人哋輕易嘅化解。咁呢個就即係我即係覺得正方係。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講緊即係反方嗰度啦，就係、是、其實我都覺得即係好好嘅嚇，即係正方一開頭咧睇到黃片係嘛黃片，但係即係我又唔知點解打到佢後場嗰陣時現曬喎，真係嗰啲嘢係嘛，即係我諗如果你提得出黃片咧，你應該可以舉到兩三個、三四個咧嗰啲黃片成功嘅例子。係嘛？啊，雖然啊，我個人嚟講啦，我唔係好同意 KOL 一定係為創業，即係如果佢自己搞間公司出嚟，佢係 KOL， 咁佢係創業嘅，係嘛？即係有啲人係好醒嘅喎，自己一邊做 KOL， 一邊就開網店嘅喎，咁啊，咁其實呢啲即係大有人在嘅，香港做得好嘅都有嘅，咁即係呢樣嘢上我就即係覺得定義上就反方係我唔係完全同意嘅，但係咧就正方其實把握好啲佢哋黃片呢樣嘢，即係你其實講真句，如果你講緊話係蝕錢要蝕幾廿萬嗰啲，或者你下下都講緊要成四百嘅資金嗰啲，喂嗰啲係講緊你有 AI， 即係嗰啲即係商湯科技嗰類嗰啲企業。講獨角獸企業嚟嘅喎，係嘛？即係你唔係講緊啲細規模嘅公司仔嘅，即係你如果係開網店，我就好質疑其實係咪真係去到咁多資金。即係但係呢樣嘢好可惜，正方冇係你利用到你網店呢個背景，係去交代話其實個成本係可以好低嘅。咁當然啦，即係因為正方就冇好清楚鋪排呢樣嘢，反方後場嘅時候亦都冇攻擊。咁啊，真係冇踩多兩腳嘅，咁我覺得呢個位上你就真係，其實我調翻轉頭咧，你要主動少講，即係你黃鴻店都有失敗收場嘅後果嘅，即係個後果係點嘅咧？咁樣即係你又可以去講下。咁當然就係我唯一聽到對於黃鴻店有交付，就係啲自由店嗰個賣，唔係喺嗰個公店嘅時候嗰個賣花嗰、那個，即係花開花店嗰樣嘢，咁就係啦，即係好呢樣嘢係比較失望。
方。你哋冇開一個好清晰嘅衡量準則嘅問題，就係在於人哋好容易攻啲咧，你就要就住人哋嘅方法，而你冇咗自己一個標準，因為你都唔知自己個標準係點，你最後要落定。例如話，你開場兩個框，追求夢想，尋求得唔好。你嘅框可以大，可以大，我唔理物質生活啦，或者物質生活係我最追求嘅。我今日開出嚟個衡量準則就係睇精神生活係咪我最需要嘅，或者我能唔能夠自我實現，就係個衡量準則啦，係可以嘅。當你有呢個衡量準則嘅時候，你可以同人哋個衡量準則談。由於我今日就淨係睇翻個夢想能唔能夠，我今日睇就係雖然我可能錢未必賺得幾多，但係我做緊自己要做嘅，我成就自己嘅夢想。咁起碼喺衡量準則上或者比較上面，大家有個基礎喺度。而今場比賽就係大家都冇攞過呢個基礎，變咗成場比賽聽落係有啲不滿。但去到反方後期，我係咁同我講：賽本難，賽業唔好。咁我就可能賽本難，賽業唔好。咁倒翻轉頭嚟係咁講，創業就可以實現自己嘅夢想，打工真係唔得。同埋有好好奇嘅就係佢嘅面部咧，你哋花咗好多嘅篇幅係講咩壓力呢個問題 ，which 我覺得唔係你哋嘅主觀嘅。因面部有時你哋要留意一樣嘢就係人哋講啲乜嘢俾佢駁係合理，但係當你駁嘅篇幅太大嘅時候咧，有時會俾人哋感覺到好似變咗尊重你哋嘅面部，甚至乎你哋需要自己開呢個場出嚟打。呢個我聽落就好奇怪。當你講嘅70%嘅效率，你有原因㗎嘛？個原因係你怕俾人減薪，怕俾人減薪即係你係經濟唔穩定係咪？咁如果你講經濟不穩定，成件事都講啦，創業低。當我攞出當人哋再攞得資質啲，但係佢攞出你嗰70%背後嘅邏輯，然後個邏輯落翻喺創業入邊係更加嚴重嘅，因為你個經濟不穩定成一定嚴重。哪怕我可以實踐到自己嘅夢想，你一樣係單機受貸，而個單機受貸係講緊你今日失咗業。你講緊係冇咗嗰10,000嘅人工。如果今日創業失敗，照住你哋自己講，係講緊可以輸曬所有嘢。但係到跟住呢部分，你哋又唔係咁講。即係既然你要打租金好昂貴，創業好難，所以好難，咁你應該係要突出個 risk 同埋個 consequence。如果你唔話俾我聽個 consequence 係創業會輸好多嘅，咁我會覺得我而家有力嘅時間搏下威行，對應佢哋嘅電話。咁青年最多就係時間嘅啦，我又冇我嘅 journey cost 嘅，我冇經濟負擔嘅，我冇家庭負擔嘅，點解唔講？相對翻轉頭，你要諗正嗰條鏈，你話俾我聽，搏唔係唔得，但係由於風險太大，你冇。咁但係你又冇追過，變咗冇咗個比較準則嘅時候，我哋評估比分就變咗浪費又拉過啦，變咗好多好例子，咁就變咗一個錯估咯。我覺得呢樣嘢係我覺得相對嚟講。換言之，今日勝出比賽嘅係元芳成功匯率。